我还是怕狗。这伟大的观念。够后半。有人找这人是吗？最伟大的哲学家。消瘦。名词。那种深深的孤独。你看，就这一些。这是乐观主义。可能明天早上会投他。OK。这么高，这么高。如果找一个非常杰出的法学人物鼓舞你的是谁呢？想起了其实很多人，马丁路德金，嗯，甘地，嗯，林肯。所以他身上最触动你是什么呢？勇敢。其实在我的词汇中，我觉得勇敢是一个高级最高级的词汇吧。我也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勇敢嘛。嗯，在人类所有的美德中，勇敢是最稀缺的。当你愤恨自己不勇敢的时候怎么办呢？愤恨没有用。嗯，就当命运之神把你推向那勇敢的时刻，希望你能够像你想象中那么勇敢。嗯，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两个胆怯的人都认为自己胆怯的人的交流。是，我也非常憎恨我身上的不勇敢。但其实还是不知道的。嗯，就可能现在演的剧本是这个剧本，不知道哪天会拿到另外一个剧本。嗯嗯，包括你刚才我们聊那个，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困扰我，就是我们都会觉得犯道德化其实本质上在摧毁道德。那对，但下面这个逻辑链条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都会习惯是这么说了，你这么一说，我都没好好想过这个逻辑链条是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认同道德是自律而不是他律。嗯，比如说有一种道德主义叫做道德完美主义，就是你得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如果道德不高尚，那要强行让你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之所以让你道德高尚，不是为了惩罚你，是基于爱你。嗯，因为我想让你变得更好嘛。所以我们不能看黄色小报。嗯，因为你这样道德不高尚，路边上看到一个人，你得救他。但是很多时候，人是达不到这种道德高度，这样的一种规则，很容易导致虚伪。道德是要求自己的，而不是要求他人的。嗯，但这种犯道德倾向好像始终是非常之强烈，现在好像再度变得强烈起来。怎么说呢？嗯，我还是这么说，就是有很多东西具有相似性。嗯，但是它并不是具有相同性。在某种意义上，我现在越来越拥抱法律和道德是一元的，嗯，而不是截然分开的。但是我个人更拥抱的是所谓的消极道德主义，而不是积极道德主义。什么意思呢？所谓积极道德主义，就是以道德作为惩罚正当化的一种依据。只要一种行为违背了道德，那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地对它进行惩罚。那这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希望把人都塑造成圣人，塑造成英雄。但是这样一种道德的治理方式反而会导致很多人的无道德。消极道德主义就是把道德作为一种出罪的依据，作为一种正当化的依据。一种行为如果在道德上是值得谴责的，那它不一定是犯罪。但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生活是被鼓励的一种行为，那它就不应该受到惩罚。所以法律其实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就是我们要宣布国家法律的这个权威性。但是我们在量刑的时候，我们充分考虑到人性本身的那种软弱。就最典型的就是帮助自杀的定性问题，绝症缠身，不想拖累家庭，让自己的家属说帮我买个药吧，我实在不想活了，不断的劝说，不断的劝说，不断的劝说，后来没办法啊，女儿给他买了瓶药，妈妈说你离开吧，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说你三个小时后悔了，
他在三个小时后母亲就喝药了呀。嗯，那这种行为在我国法律中他肯定是故意杀人没有问题，因为这属于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行为，人没有权利承诺别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的时候，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判缓刑。嗯，就是因为首先他违反了一个基本的戒律，禁止杀人，但这种行为道德生活中人们会觉得很同情容忍，那就可以在刑罚的处罚下给他予以缓刑。嗯，这个有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不同案例的时候，会有发现公众有一种朴素的正义之心啊，对，或者说道德之心啊，对。但同时你有经常有发现，他们所谓的另一种朴素的正义之心和道德之心，又是一个高度压迫性的。包括因为不同的时代这种技术变化，都会使大家有一种新的道德参与、正义参与的方式。我们在过去一些年见到最强的就是这么大规模的通过网络来参与道德审判，甚至是正义审判这么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是需要程序，法律强调程序正义，因为法律它一定是一种会存在错误的一种过程，司法一定会有错误，但是司法的错误如何能够被人所接受，就是它是强调程序的，通过程序所推导的过程，即便错了，那这也是程序本身所推导的。嗯，民众很多时候他是希望撇开程序，嗯，去追求他心目中的一种正，而这种正义反而会导致一种非正，就行侠仗义嘛，最后呢冤冤相报，会酿成最大的灾祸。所以我们法律在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追求秩序，那追求秩序，我们就会认为在程序中我们才能达到一种可见的正义，一种人们可能接受的有瑕疵的正义。嗯，我们小时候都会迷恋这种结果正义、侠义之心这种东西，这东西是怎么样可以慢慢修正过来呢？通过什么样的训练？我觉得就是法治。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确实没有法治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从来都认为规则是针对别人的，规则不是针对自己的。嗯，强人一定是跳出规则之外的。所以我以前看西游记嘛，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孙悟空以后的战斗力越来越 low， 对吧？后来我才发现别人孙悟空是成熟了。嗯，对吧？别人遇到是首先找人，也就是说这个没关系的妖魔鬼怪怕全都打死。嗯，只要但凡有点关系啊，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它就很明显的体现出我们对于规则本身的不尊重。那为什么我们爱看武侠小说？我到现在都背得出李白的《侠客行》对啊，赵客漫胡缨，吴侯霜雪明，阴鞍照白马，飒沓如流，你多爽啊。嗯，啊，那后来你慢慢的会发现，如果正义靠这种途径去实现，那一定会导致更大的不正义，就往往是善良的愿望把人们带入人间地。嗯，所以这种转变是大概什么？那才是法律的训练。因为法律的训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程序正义，嗯，要警惕实体正义，要在程序中去追寻正义。换言之，我们就是建立了个游戏规则，最后这个游戏规则导致谁输谁赢，嗯，很遗憾。所以说从我们对孙悟空、韦小宝的啊，对，令狐冲的迷恋啊，对，是特别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对这种怎么说呢，对规则秩序、对法律的意识的。它就是一种，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法治的观念，就是我们觉得只要我的动机是好的，我就一定是好的。嗯，但是动机好不代表结果好。嗯，而且是不是更背后是一种对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的寻求？啊，对啊，他就放纵嘛，放纵自己的激情，放纵自己所谓的正义感。嗯，因为所有的东西是需要节制的，因为我们都是并非完全理性的存在。嗯，所以我们所有的情感是要受到节制的，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去接受一种程序的正义，即便这种程序的正义没有达到我们心目中的正义。它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怎么说这种社会里面，比如孙悟空的迷恋，嗯，那种正义的放纵
或者说这种宣泄变成的一种表达自由的方法。是，那肯定会是这样的嘛。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治其实很大程度上它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它的一个结合的过程。就是法治它首先强调权力本身是要受到约束的，嗯，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约束的背景下，那么慢慢的其他人也会愿意去约束自己，嗯，因为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嗯，它不可能是一个单向所造成的。最早对你影响最深的法律书籍是什么呀？其实很浅，嗯，林达的二零啊，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嗯，一代人的启蒙读物也是啊，对，嗯，贺雄飞的那一套啊，对，对吧？黑马文丛啊，黑马文丛那一套，嗯，然后在那个的启发下才开始看哈耶克，直到我现在都觉得，我最近这个月在看《通往奴役之路》，嗯，啊，我看了一下买书的日期是1999年，对，那套嘛，那套书嘛，啊，那套书《历史主义贫困论》啊，那个。浅黄绿，哎，对，那套，这都构成了我们那是我们的阅读计划。所以我觉得到现在大部分的书都他还是那时候，我们都是万圣训练出来的。不是万圣，我是从他最初在那小巷里面，我也是那时候去的，慢慢签、那时候我攒了600块钱买了一套世界文明史阅读。我也是，你也是是吧？我不是买那个，嗯，我是攒了500多块钱，嗯，买了一套鲁迅全集。590多嘛，啊，其实是不是前几天那个微博事情对你还是挺烦的？当时会，嗯，当时的确实那天很郁闷，嗯，那天否则情绪之下就暂退了嘛。嗯，后来别人就说你这有点那个，还是太玻璃心了。嗯，想想也对，因为后来第二天非常神奇。嗯，我第二天啊坐火车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我最好的朋友。居然在坐火车的时候碰到了他，哎，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你看别人对你那么多赞誉，你觉得这合适吗？我说那肯定这个愧不敢当嘛。他说那别人对你的批评，那你为什么就生气？嗯，别人对你的表扬名不副实，你就很开心，对你的批评名不副实，你这不就典型的双标吗？嗯，哎呀，说有道理，嗯，都是误解，哎，没有双标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啊，那对。哎，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啊，他说其实就是，你就不管你粉丝有多少，但其实都是虚拟的嘛。嗯。你真正能够，你身边的人就是你所爱的那些人。给你编书的人很重要，给你发工资的人很重要，啊，对对对，给你的喝酒的人很重要，对，就这些投缘的人就足够了。啊，对呀，啊，就是嘛。嗯。因为说实话，这谁知道嘛？我也没想过能跟徐老师你吃饭呀，对吧？你们以前就是在作品中看到你了，嗯，差不多得了，不，必须的呀。我现在感觉立刻回到我跟大一同学在一起那种状态。就是说这个照片，这个摄像机放在这儿，最后会省一下，是吧？你们都。哎，最近我真是我碰到，因为看您写那东西那些感觉，等于我们这个年龄前后的那段记忆，就90年代塑造那段记忆，慢慢开始重新显现出来了。你看过贾樟柯的《小五》啊？就那种感觉，就基本上那种感觉，嗯，就贾樟柯确实拍出了我心里想表达无法表达的那种感觉，嗯，真的是那种感觉。嗯，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想，人生中的成就就很难说。我身边很多朋友，嗯，就我小时候的玩伴，坐牢的，嗯，吸毒的，得尘肺病死掉的，嗯，啊，尘肺病，对，你40多岁嘛，嗯，啊，最要好的朋友都干嘛那时候？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现在都不联系了，嗯，他们觉得我混得好了，觉得不想麻烦我，嗯，对，我们这代正好是那时候。转折很大的时候，啊，变化很大的。对，我当时我们靠玩朋友公认最聪明的、最勇敢的一些人，就是他，嗯，在生活中是非常不舒服的。嗯，对。而且有非常的，
显著的，就是我们年那时候九十年代看这些书，然后我们都误以都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突然发现啊，原来我们相信的东西是这么边缘的一件事情。你是不是给学生带着读这个《通往奴役之路》嘛？嗯，《通往奴役之路》的最后一页，就当时听江平的一个讲座，我也没带笔记本，你就拿那本书做的笔记。嗯，99年。记得啥？记得，那讲的是专业性问题。嗯，讲的是这个美国的个人合伙，以前合伙是无限责任。嗯，就合伙人要承担无限责任，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后来慢慢出现了 LP， 就 limited part， 嗯，有限责任合伙，又出现了 LLP， 又出现了 LLLP， 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市场发展是无限的，嗯，就法律制度只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一些需要，就法律不可能超前，法律只可能滞后，那就正好因为当时看哈耶克，哈耶克就是警惕人类的乐观主义嘛。就是你不可能计划出一切的东西，嗯，你只能去尊重这种自发自身的秩序。意识到这点过程还挺难的，没有那种自发性，就包括自己嘛，就包括你自己对自己的乐观主义、对理性主义的警惕。嗯，那我大学的时候是读理财的呀，嗯，你想我们那个时候去喜欢读这种意识流的东西，嗯，喜欢读这种小段论述，跨把你内心中快感啊，快感式的阅读，是说，嗯，动人呢，对，很动人啊。但你后来发现，这哲学家都不过正常日子，让你每天过过正常日子，每天做做饭，每天带带孩子，嗯，每天，对吧？去医院挂个号，嗯，啊，前几天我这个今天亲戚要来北京看病，挂不着号。那我找人给他挂号，我哪找得到人啊？嗯，我左想右想，我找了一号贩子，终于算挂上了。但是现在还悬而未决，我不知道号贩子有没有骗我，明天才能取号。嗯，但是亲戚已经来了，我说号挂上了，嗯，但是你说明天如果没挂上，已经从湖南来到了北京，号没挂上，我被号贩子骗了。嗯，我在想我要不要告号贩子，我也很纠结，我真的挂不着啊。我每天我都在那个点，我抢啊，我抢了好几天啊，我每天一到三点我就抢啊，我抢不着啊。那你说你是找人还是找号贩子？我不知道。嗯，对，比如你说到核心理念，比如说我们在看呢沈家坂他们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是中国要从一个礼教的社会进入一个现代法治社会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对，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是学法律的，我们肯定对我们的专业是有很大的一种期待的。嗯，说我能想到的就还是用法律来治理，用法律来约束权利，对于公权只要是法律没有授权的就是被禁止的，对于私权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被允许的，就是这些最普及的一些法治观念，能不能在你的内心中行为一种确信？最重要的是，当你自己拥有权利的时候，你成为一个拥有 power 的人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法治的这个约束？这个理念是在什么年代开始形成和这个怎么说成熟的？公权和私权，你刚才说这两点。它最早的萌芽，我们一般认为是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大宪章是吗？啊，因为大宪章虽然它是一种权力斗争的副产品，嗯，但是在大宪章中确实是出现了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这样一种思维。嗯，那这种思维呢，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我觉得用这个哈耶克所说的自身自发秩序，它会有一种竞争化的优势。嗯，所以慢慢的这种罪行法定的思想，那就席卷整个世界。至少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文本上是认同罪行法定思想，就认同法治的治理方式。嗯，因为人类的治理方式说白了也没有多少啊，无非就是人治，无非就是法治。柏拉图最早也是主张人治的。
当然在三次西西里的惨痛经验之后，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法治。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冲突不断的，每天都有冲突，而法律就是解决这种冲突的。但是在解决这种冲突的时候，法律又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冲突，因为法律本身它是强调秩序，不管是严刑峻法也好，还是法治框架的限制权利也好，它其实都是要追求一种秩序。嗯，我觉得追求秩序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双保险，就是对于追求秩序的力量本身。你看整个比如经济学甚至政治学其他的不同的领域里面，好像我们的整个公共讨论更多，好像这个观念本身更清晰，对，但只有在法学这块好像始终是一个非常之模糊的，包括你说我们所谓的受过教育的，对我来说反正也是很模糊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你觉得？我觉得可能还是法律本身的神秘化，法律本身的貌似的高阶化。嗯，包括今天我之前看梁志平老师说，他写一个文章，我都挺感触的。他说，某种上在20世纪中国，或我们的法学家没有真正的怎么说呢，有力量的参与到整个的知识辩论和这个思想辩论之中去，跟这个有关系吗？刚才我们说的，也许也有。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自我的封闭化，我们觉得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做专业人士只应该做专业人士所应该做的事情。嗯，一旦走向公众，嗯，我们很害怕专业会变味，嗯，会玷污我们专业的纯洁性。嗯，因为知识是有潮的嘛，嗯，你没这个知识门槛，你就别在我这个门槛里玩，嗯，我也瞧不上你。这某种上是被高度的技术化。对啊，嗯，对啊，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回字有多少种写法，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百种学说，嗯，会走向这样一种。你上学时候就意识到这点吗？是什么？我上学其实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上学是以技术主义为荣，我能够推导出跟老百姓观点不一样的感觉，我感到很开心。我说我没有白学，嗯，对吧？嗯，那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后来慢慢的发生的变化，就会使你很多高傲的观点跟老百姓的基本的内心常识相抵触的时候，在技术主义在逻辑上论证是没有问题的。嗯，但是其实是抵触人内心的良知的。嗯，你想想这个思想变化到底是怎么慢慢发生的？我觉得还是人生的经历吧，就是人要接受自己的有限性。嗯，就是第一，人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于是承认你的逻辑是有限的，承认你的理性是有限的，承认你的阅读是有限的，承认你整个人就是在偏见之中。嗯，你这一生就是在走出偏见。那当你这样来，你就会慢慢的会有一种反思。嗯，这个变化是有什么契机吗？然后慢慢发生这样的转变吗？那肯定是有嘛。你不可抗拒的一些力量。嗯。有些事情也不太好说。对啊，真的。就当你真正的经历了一些生离死别呀，嗯，或者一些这个亲人所遭遇的一些啊苦楚啊，那个时候你就会真的会发现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嗯，浇一桶凉水。嗯，而且人最大的痛苦就在于什么呢？我觉得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无法跨越知道和做到的那个鸿沟。嗯，就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嗯，这个很对，但是我思故我在会经常让我们沉浸于一种幻想之中，就是我只要思考到了我就能做到，但其实不是这样。嗯，你思想过深刻的东西，你说过深刻的东西，你感动过深刻的东西，你为你自己所说的感动了，嗯，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做到了。嗯，很大时候这是一种志气，尤其对我这种做老师的人，因为我们好为人师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中，有的时候你就会在想，你跟学生所教导的你自己能不能做到。所以当你问我为什么会有那个转变，其实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2010年之前，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啊，教课效果也比较好。2008年的时候，就是入校第三年就获得这个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大老师。嗯，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强烈的骄傲，就是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厉害。嗯，但是你内心深处会有一种冲突，就是很多时候你自己所教的你做不到，你是在骗别人。你也在自我欺骗，自我麻醉。所以有一段时间就觉得很虚无，
就觉得哎呀挺没劲的，你为什么要骗别人，你为什么要骗自己。嗯，那次危机怎么应对过去的呢？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过一种生活，给自己的目标，至少那么多年来我现在给自己的功课就是，当然虚伪是肯定的，每天都活不到那么清澈，只能是你的行动在你的言语之前能够多那么一步，嗯，我觉得就可以摆脱这种虚伪的自我控诉。这个你怎么看待这几个月带来的一个突然的新的你的现实生活？因为之前是在大学的讲台上的那个舞台，然后现在是一个可能由音频、视频，然后弹幕为 social media 构成这么一个舞台，网络世界因为这个新的曝光，它形成一种新的这种生活环境一样，现在很适应了吗？还是我所以一直我还没有特别的分清，嗯，因为我始终还是像以前一样教书来进行教导，嗯，只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影响力感觉比以前更大了，但是我觉得很快会退却到吧，因为本质上是虚荣嘛，嗯，虚荣会给人带来痛苦，而且虚荣也不真实，嗯，美好的部分是什么？会有短暂的快乐。嗯，啊，现在已经厌倦了这个短暂的快乐吗？谈不上厌倦吧，嗯，因为我不能够弃演。嗯，我觉得每一个舞台都有每个舞台的意义。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高看自己，贬低他人。有的时候这种高看是以拒绝来进行高看，有的时候是以合作来进行高看，但本质上来说每一个舞台一定有每个舞台它背后厚重的意义，但是这个背后的厚重的意义又不要过于的高估，以至于你留恋这个舞台，就在这个舞台中你做好这个舞台所赋予你的你想去做的事情。嗯，有一天别人说够了下去，那你就下去就好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我又始终要告诫我自己，人能影响的人，或者说人能真正影响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嗯，很多人所谓的被你影响了只是片刻感动，最后还是投入到自己以前的生活。人片刻的感动不可能持久的感动，嗯，你能真正影响的人一定是你愿意在他身上投入大量的时间，跟你有真正的接触。嗯，对，但现在片刻的感动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种方式了。啊，对，但是这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欺骗。嗯，你在欺骗自己，你也在欺骗别人，嗯，你让别人陷入了一种自我欺骗。嗯，所以你也不会有那种感觉，好像大家真的因为罗翔，好像大家对法律世界产生了新的兴趣。我没有这种幻觉。嗯。嗯说的要说的自我麻醉，真的是希望能够影响他们，嗯，让他们不会成为技术主义者，让他们也不能不说，让他们不单单成为技术主义者，让他们知道技术背后的那种价值。嗯，因为我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嘛，我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很注重这种技术主义分析的，那后来你慢慢的觉得这种技术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那就今天可以是 A 结论，明天可以是 B 结论，嗯，就是看客户的需要，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基石。那我希望我的学生他一定会有一个稳定的基石，嗯，啊，因为就像我们今天走到这栋楼，嗯，